孔麒麟的亲就不共十一中医安心用功开眼看世界的一年以内心精气永续清风天使心中灵不共走后一空有你国家三子一体验何方离出机当时民族英雄林长石传奇一生中文林总雕成师团队爱国家能量登聘历史为公司林长石专注港歌家乐丰村石膏民族英雄林长石第一印象便是茶饮鸦片何文硝烟其实林长石一生经历丰富江湖传奇玉帝上情登篇历史人物故事林长石之恩初出洞门马上开讲中文民族雕成师团队爱国家能量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有人曾经开玩笑的是哦福州人就是西林的最本事根据最近哦的这个考证在咱福建省西林的255万占全省人口哦1/6是福建头一个大里姓在清代有民族英雄林则徐辛亥革命建设反清的于是广州红花岗72烈士之一林革民民国时代有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大革命时期有27大罢工的工人领袖林尚谦一个用古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大文人林琴南也可是个现代医学家或者林卡蒂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中国乃至的全世界都有一历史地位就是林则徐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的这个河门销毁鸦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啊，引发了第一次的鸦片战争，成为历史的这个转折点。西林多吉乌罗林则徐是全世界头一个吸毒、禁毒的大英雄。真侪观众朋友，只那种历史的高科技。包括影视这个七等等在林则徐啊是这个禁烟的先驱是这个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但是却真少人知影哦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啊伊是怎样炼成的按今仔日去咱就来讲长篇历史人物故事林则徐比较全面客观的跟观众朋友介绍林则徐的一生的经历今天先讲头一集初出洞门林则徐诞生之年前前福建顺武十四站比武罗格家门父亲林兵临怎么欢喜因为这是一个吉条而是何名则徐以为好欢十四站果然林则徐神性聪颖且自有客观共同所行精细必要淡云十全酒无论寒暑四时闲宜林则徐伊是蒲山族福州人字萧木12岁参加科秀才就退掉头一名20岁参加省内科举考举人以优异的成绩啊中了举人安尼年纪轻轻哦才20左右好呢
就成为有关心的古年老爷了。啊，考中古年了后，唔得进一步参加全国考进士，万千军一个下地军呀，看中了林则徐的才干，就聘请伊去做师爷，帮助伊处理哦案件。林则徐无辜负官太爷的期望，平反了两件非常离奇的冤家。哇，这两件冤家是平反了的哦，林则徐的名声断了一些过。头一件是一个林明案，万千军城内这个东门外有一个后生家，姓杜，杜甫的杜，或者杜行，老爸老母已经过身了，伊是困阿姑哦，甲阿金啊，刚起带，因阿姑在陈大雄，各讲伊哦，娶一个某，这个某姓柯，柯氏，啊结婚了，翁无阿两个，都是真亲热、真恩爱。这个杜行伫城内一间米店内面，伫咧做伙计。逐日都是天光透早出门，甲偌晚才倒来。后一日咯，这杜行啊，较早下班俩，较早倒来，都也未到院里口呢，拄着一怪好干呐，伫只伫佚佗，看见杜行哦，行来，怀干呐先发，乌龟行哦，乌龟行哦，啊你今仔那做啥倒来？杜行听了大受气啊，去去去！老师，你都敢那就就安那那什么叫我乌龟行啊？啥人教你呢？啊，怀敢那就是咯。林某，甲你个围观在困，这条大个马仔，那叫什么人教？嘿嘿嘿嘿嘿！哇，怀敢那，可是啊，可怀疑啊，气夸夸。杜行听了哦，龟心是个六六错。无倒去因厝，以前随去隔壁哦，去找因阿金俩，因为因阿金哦，今日是点三隔壁，问下大舅哟。啊，因阿金就说咯，说无哟，平时都也无发生什么动静啊。我看哦，你唔通听我时间啊，就七拖八拖，乱子怀疑啊。无影无影，从来唔捌听这个好事啊！这个啊，唔通信吗？杜行听因阿杰安尼说哦，气才安尼跌落去。但是想了唔定动摇，想，对，伊才想出一个计策。然后哦，才去引出见某柯氏。杜行引某柯氏看见因人倒来。是甲笑头笑面，甲好声好说哟。说行啊，啊你今仔那做啥煞倒来了啊？啊，杜行就说咯，头家找我去外面去讨笑，就两三日，啊我倒来先讲你说一声哦。可是就讲杜行三更收拾遮行李咯，反正说杜行你若要出门哦，就较小心咧，早去就早登。杜行当然是无去出车啊，伊是去撇了一个所在，等那个夜半暝咯，要等到，才偷偷啊吼，摸来因厝来，哇！果然看见厝边这个号做魏军的，行来啊，甲因厝后尾门。他三一门，后尾门，可是轮头出来，那个魏军人围入去，靠，那个门关该关呢？这阵多想死，但是伊无一个说冲入去，人所说哟，你掠贼哦就上阵啊，掠奸就宰城啊！
黏黏卡来到房了，手骨为房顶前个撑入去，死杀着一条狗啊！多行人准真正是干夫为君，一时怒从心头去恶向胆边生，迄支刀夹起来准备好迄个钢刀啊，剪住大力咯，为魏军的颔骨直接喷个戳落去，戳落去了，无过去太阴无应付，可惜啊！但是连杀哦，杀无人啊！多想想说阴无可惜，无本该是走去隔壁阴阿姑迄只厝内去劈了，真赶过去找啊！阴阿金看见多想啊，偷半米饼来啊，鬼先走走皆是火啊！他们是惊半死，多想说，那个干父魏军已经托我抬死了，可是前人有走来一点无？因阿舅说：“都无啊！呀，你哪唔赶紧走啊？要等官府来抓了心。”多行这阵，这江淮废山，腾腾落来，我来隆重讲潇洒，将迄个杀人的钢刀，放入个烟筒内面，头面走去福安。去找到一间哦，叫做卢空的米店，点一间米店去钓哦，吃头咯。也这点，多行恩阿金胆死哦，是较惊心论命，一暝到天光都唔敢困，等那个天已经光了，看见因卫生大行出来，无动无静啊！因阿金就搁在等阿个下晡。因阿金这阵哦，等袂得落去来，挡袂掉咯。居然你过去大行引出来哦，要去共看一摆，这入门呢？只见因的卫生心不可惜啊，是较好咧好吧？叫做阿金嘛，你过来心。昨暗这间房我才发生了凶杀案呢啊！迄个阿金等是热爱是甲心肝头，我是甲扑扑作妖，一坐了哦，暗滴，卡了暗滴，一目睭哦，偷偷归来哦，甲观察一摆。一切都正正常啊，可无啊一点啊，我太人的混了。啊，大生意无可惜，甲面哪金，甲平常时上款上款，原来咧三栋门、三角门、三色处啦，代志，咱就无大无止啊。但是说，阿行啊，昨暗是无倒来心，可惜就讲说咯。啊、是想要都是叫因头家切去也不什么外面去偷笑啊，就两三日才有倒来人啊。啊，因阿金各做一家具哦，就三时来哟。愈想感觉愈奇怪、啊，到底是怎啊？因阿金连想都想不明白啊！观众朋友啊，恁的殿下想不明白的，唔对了哟，像哪尼啊？啊，这个到底是怎？下次接咱再过来讲说了去，再见。可是回师别将，以为无人知晓，岂料计成有理。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历史人物故事《林则徐之力》，崔氏奇案详情。中音